1月8号是大选投票之前最后一个超级星期天，蓝绿阵营都是努力在拼场。国民党预计在台北、台中还有花东举办全台串联的大游行，而民进党则分别在台中、新北以及台北市动员大型的造势，双鹰互相较劲。站出来，站出来，提出来，台湾的幸福需要你站出来。选前黄金周末，马乌打广告邀请全民上街头。1月8号超级星期天，蓝营将举办全台大游行，马英九也将跟民众一起步行5公里。那整个游行过程也都会全程参与，而我们的这个游行的主轴就是为台湾站出来，希望大家带着你的两只大拇指还有十只脚趾头，快来热情参与这个大游行。国民党预计在花东、台中发动大游行，在与主场台北市同步大串联，号召万人走上街头。民进党气势也不输人，当天不但将决战中台湾，在台中彰化大阵仗造势，新北市跟台北市也有大型造势晚会。当天会有我们所有的执政县市首长会出席，那希望去凸显绿色执政品质保证。那另外各个专业的团体，包含医师、律师、工程师等等，都各有上百的这个专业技师都会出席。除了党公职人员上街拉票，绿营将号召各行各业代表在各市的活动及造势晚会出面站台。选前关键一周，蓝绿都下达最后动员，全台大催票。欧阳慧、郑爽、林俊峰，台语报道。